孩子一款款疯掉，面对小霸王妈妈要投降。妈妈你不要讲话，他就把我拉到我家的门外，关起来锁起来了，让我回家。这个栅栏一定只能由他开，家里不小心有人开了，他一个小时就开始哭闹，我就觉得好可怕。孩子需要独立，他需要我今天能够掌握一些事情。我今天碰到栅门了，赶快你赶快过来。然后小孩说剁你的手。进一步问孩子要怎么剁，把红绿用给他。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